北港朝天宫观音殿左右门额，在观音殿左右两侧通往五文昌殿及三官殿的走道上，通道的门是采上圆下方，称为圆光门或弯弓门。由圆光门往外看出去，会觉得光线明暗，层次变化丰富，如柳暗花明的景象。圆光门上圆下方，表示我们对内家庭要圆融，对外做人则是要行得端，坐得正。在圆光门上各有一副门额，当中的雕绘是以胶纸陶做成，这是胶纸陶工艺北派中匠洪坤福老师所留下的作品。上面所雕刻的故事是老子骑牛入函谷关。相传老子骑牛准备西出函谷关，函谷关官令望见紫气东来，知晓是得道真人，便拜托老子讲经说法，留下5000言的道德经。另外一个则是萧何月下追韩信。曾经萧何于月下追韩信，为汉高祖刘邦留下人才，成就汉朝的开国伟业。门额的形状就像一只打开的扇子，高高的挂在圆光门的上方，它代表着妈祖要我们做人要为人方正，光明正大，抬头行善。